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周，现在在成都租房，这里我们租房楼下有一个广场，每天都有很多人跳广场舞。我在跳广场舞的人群当中还发现一个大爷，跳得挺不错的。现在我下楼去拍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现在来到楼下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好多人跳广场舞啊，那个大爷就在前面那里跳，我们过去看一下吧。请打开伸展，向上推，左右摆宽，伸展手臂，放松手腕、手脚，调整呼吸。